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睇多人多網上電視台。現在又是男女之間節目的時間，同樣在這裡有我Ian和我們的嘉賓主持 Snow 為大家主持男女之間的節目時間。Snow 啊，加拿大的秋天又到了，眨眼兩個星期過去，在這兩個星期裡面有沒有一些好的地方去玩下或者去散下心這樣呢？有啊，因为在加拿大最美的就是秋天了。嗯，还有我都到处都是枫叶，金黄的一片，很写意，就像看到一种人生的最辉煌的季节那样。我们去了亚冈群公园啊，那些地方都去看了，真是太美了，照了很多相片，改天拿给你看一下。好，咁你有冇写翻啲一啲小说咁咧？我先前咧睇过你一啲小说啦，都系关于喺一啲爱在深秋啊，或者一啲喺秋天枫叶落索嘅时候一啲发生嘅爱情故事，的确系几感人下咯。对，这次又构思了一点，下次吧，下个月你可以看。希望我有眼福可以睇得到啦。咁其实咧，我自己都比较少嚟迷茫啦。上嗰两个星期我都走咗去亚冈群嗰睇枫叶。咁前嗰两年咧，我就系同我女朋友去睇。咁今年咧，我就系同我另外一啲朋友啦，一啲女仔啦，咁去走去睇。咁喺枫叶咧，其实年年都系会系一样嘅。但系咧，如果你同唔同嘅人去睇咧，我觉得感受会系唔同咯。再谂翻起你嗰啲散文咧，的确又几诗情画意咁。今年又跟不同的女朋友，又认识新的女孩子啊？咁唔系话即系新嘅女朋友啦，系一啲新嘅朋友，有种新嘅尝试。咁我哋觉得感觉唔同啦，从一种唔同嘅感觉咁上下啫。是不是有一种新的 feel 这样？即系的确几宜人下咯。那么上次那个 Mary 呢？她没有跟你一起去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啲比较之迷茫咯。其实就唔可以单单讲话系新女朋友，系一种其实嗰个女仔都几即系几 Q 同埋几宜人下咯。那你会不会觉得她跟她相处在一起，比你原来那个女朋友相处在一起，好像开心很多呢？有咁嘅就系有咁嘅感觉，所以咧我今日咧专程可以。希望可以在節目裏面請教下你一些關於感情迷茫這方面的問題。其實呢，我和我女朋友都拍了拖很久了，一直這麼多年以來走過了很多風風雨雨，在我和她愛情之間呢，有過不少的人不少的第三者或者其他人在我們的感情裏面進進出出。其實講真，尋求一份愛情，我哋都係想有一種依靠嘅感覺，有一種歸屬嘅感覺啦。喺未來幾年裏面，我亦都想定落嚟或者走入婚姻嘅教堂啦。咁但係喺即係唯一我好迷茫嘅係點樣樣，我哋先可以喺以後一段咁漫長嘅路裏面或者以後嘅日子裏面，可以避免到一啲外來嘅影響到我哋愛情咧，咁你作為過來人，有啲咩可以建議到我咁嘅咧？其實你這個問題就是不好回答因為嘛，在兩個人結為夫妻以後，或者呢成為固定的男女朋友，他們都是深愛對方才是走到這一步，對不對？但是在人生他漫長那個階段，比如說風風雨雨的幾十年，他們會經歷許許多的事情。像我们上集说到那个，你还记得吗？那个老先生买戒指给他太太，对，他们在一起相处了好多年，一直是就夫妻吧，少年夫妻老来伴哈。但是现实生活呢，类似这样的例子呢，也许不会很多，你都知道最这些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那个离婚率是很高的，对吗？所以呢，就在那个漫长的人生中，那怎么样是看待彼此中间那个感情出现了偏差，就是说身边的人到你很多年之后，发现你最爱的不是他，而是你另外爱上另外一个人，那你刚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去处理呢？哈，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我想跟你说一个故事好吗 ？OK， 好啊。好，别急。那还是在，也是好多年以前，我还没来多伦多。我在中国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海员，他原来呢是当兵的，当特种兵，
人很潇洒，很能干。然后呢，就在到了那个大的海国际航班里当那个国际轮船的当那个海员哈，他去了40多个国家。嗯，在有一年的夏天，他在上海那个黄浦江码头那里停修，就是休整的时候呢，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救了一个女孩子。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准备轻生。哦，准备轻生自杀，咁就变咗英雄救美啦。对，然后呢，后边就发生了一个很久很已经连续到现在的一个故事。哦、说他们这故事一直发展到现在，已经10年左右了。咁佢哋系之间系发生咗爱情嘅关系，系咪？对吧？那个女孩子呢，是一个，就是很温柔、很美的女孩子。我看过她的相片，她给她一个，同居了好多年的男朋友抛弃了。哦，原来是这样，她才去选择去轻生。对，然后呢，在她的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宽容下，但男朋友都没有回心转意，所以她就感到人生无望了，就选择了自杀这个路。但是呢，就偶然机会，刚好我朋友他在那钓鱼了，所以就给他救起他来。但是我朋友都是一直把他当成小妹妹那样去看待，因为这个女孩子在上海，她也没有别的亲人了，所以他一直是关心她。而且呢，我朋友的妻子呢，在我朋友出海的期间呢，也代替他的责任去跟他打电话啊，有时候寄一点那个资料啊什么给他，他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哦，咁佢哋以后后嚟咧系发展成点样样咧？但是呢，在后来慢慢的，这个女孩子也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她把对我这个朋友，就是那份大哥哥那种，那种爱，就转变为了对那个好像对男朋友那份爱了。这个，所以我说感情有时候是说不清道不明。也许她并不想这样，因为她知道。我那个朋友他有那个太太嘛，所以他也跟他态度相得很好，他也不想去就是做一个就像你们说的一个第三者，对不对？因为这毕竟是有恩于他的恩人嘛，他也不想去破坏别人的家庭，也不想去担当这个很不光彩的名单啊。可是感情的事情嘛，就是很难说的啊，所以他慢慢不知不觉的就爱上我朋友了。所以当其他人呢、跟他介绍好，后来一直给他介绍男朋友，那我朋友的太太也跟他介绍男朋友，那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了。嗯，哦，咁啊，即系证明佢几深爱嗰位水手噶，即系其实唔会系因为一刹那间嘅冲动，或者因为佢或者因为佢英雄救美啦，而系可能更加之因为佢已经系找到一份佢一直寻求嘅嗰份依靠嘅感觉啦。而是她原来男朋友真的给不到她的咯，我觉得是不是？我就问了我朋友，我说那你有没有跟这个女孩子说清楚因为你救她，还有你现在的这么多年去关怀她，不是说为了一份自私，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去关心她，就是真正的像兄妹那样去爱护她，就让她能够幸福的能够平平静静的生活下来这样。她说对呀，我跟她说了很多次，然后呢她每次都谢绝了好运。她说她说她可以自己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她这么大了，她会自己处理自己的感情生活，就不用我朋友操心。的确也是，这个女孩真是很纯，她你知道吗，她至今还没有做过一件，就是说虽然她很爱那个水手啊，我那个朋友，他还没有做过一件就对不起他妻子的事情。哦，那种爱是很高尚的。哦，咁即系佢哋都系发乎情止乎礼，但系咧佢哋又系发展一种朋友嘅关，比朋友高少少嘅关系，介乎于情人同埋之间。柏拉图式的那种精神恋爱，你听过没有？柏拉图式嘅精神恋爱，即系如果你见我咧，就系如果对待一啲你。你有女朋友的时候，你有心又有心仪的对象了但是你又找到一份给你有心动的感觉，你就要去发展一个你所说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不是说一定，但是呢这个女孩子是她觉得她已经把她的心，就是这么多年已经把她心就是放在我那个朋友的身上，但是她也没有要求什么回报，也没有一个不要求钱财，也不要求名分，还没有要求别的那些任何的什么出轨啊，其他就我们认为什么
就说是不够道德那个种种的东西，他没有要求，他只是默默的这样自己承受的这一份。因为他说，他对朋友说，去爱一个人嘛，就希望他幸福，不一定去拥有他，就是默默的在很远的地方，就是为他祈祷，为他祝福，这就够了。就心里呢有这份爱，他就已经，他说已经很充足了，他不需要别的东西。咁我觉得佢几高尚，就系因为佢尊重咗自己嘅感觉啦，同时都冇去伤害到人哋嘅家庭。他也没有扼杀自己那份爱，他也承认这份，但是呢，他不去为了这份爱去做什么别的，就说要求去伤害别人啊，去破坏别人家庭的，他也没有去。但事实上喺现实生活当中咧，唔系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咁高尚。对，这是个很 special 的例子，我觉得。系咯，咁或者我即系唔系好同意你个讲法啦。我简单浅显咁样，大概我又讲一个故事啦。咁曾经咧，我听过有一个寓言故事咧，就系咁噶。佢话佢就咁讲啦。佢话有三个人。三个不同的人就去找一位大师请教爱情的真谛啦。咁嗰个大师咧，佢就话其实亦都爱情亦都冇咩真谛嘅。你就带咗佢，将三个人带到去一个桃花林里边。因为桃花林咧只有一条通道，咁佢就由东到西。佢就话你喺东门走到西门，只能够走一次，唔可以翻转头。你喺呢个桃你三个人之中，你边一个可以摘到最大嘅土咧？你的爱情就可以得到成功。那那三个人呢，他就由东门入去啦。第一个人他就入去了，他走了几步，他说他就随便就揀了土，那就摘了了。但是他 越往后走呢，他就 越发觉后悔，因为他发觉后面的土越走就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那但是他只能够摘一次土，那条路也都只能够走一次，那所以他摘的土是比较小的。咁第二個人咧，佢就見到第一個人咁蠢啦，佢就入咗桃花林裏面，佢就根本睇一開始睇都唔睇任何，睇都唔睇任何土，一路咁行一路咁行，佢覺得佢因為佢知道後面嘅土係更加之大嘅，咁但係行啊行啊行啊，因為佢堅信住後面嘅土係最大嘅，但係等到佢行到最後嘅時候，佢都未發覺，佢未發覺佢已經差唔多要出嗰個桃花林啦，咁佢只能夠。隨手摘了個土，亦都係比較之，或者比第一個更加之細，因為佢好遲摘，其實後面嘅唔一定係最大嘅。咁第三個人咧，佢就吸取前兩個人嘅經驗教訓啦。咁佢就首先一入到去，佢就觀察一下啲土嘅生長規律啦。咁就睇下即係比較一下邊啲土係比較之大嘅。咁佢行到大概三分一、三分二左右啦。他就揀了一個比較之大的土摘了下來了，出到來最後結果很明顯是第三個人呢，他是摘到一個比較之大的土的。跟著我和很多朋友都討論過這個故事啦。其實這個故事呢很淺顯，就是將我們的愛情應用到這個故事裡面啦。其實土就好像好比我們的婚姻，我們去揀情人，而我哋嗰一條桃花林嘅路咧，就好似我哋生命咁樣樣，只能夠行一次，亦都冇得翻轉頭，冇得翻轉頭。咁我哋去對待婚姻，或者我哋對待挑選我哋嘅伴侶咧，唔應該太早、太急、太急太早咧。你揀得唔好，有錯係啦，會可能會揀錯，你會後面你會遇到更好嘅，你會後悔。咁但係如果你一路都唔去揀，唔去留心，唔去觀察，唔去愛。但是到你生命盡頭，或者到你老的時候，你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機會，就好像第二個人一樣。第三個人呢，就好像我們當今很多現代人一樣，他們會即比較之smart 啦，即比較之明智，就是他會觀察身邊哪些人是真正適合他的，可以同自己在一起的，這樣他們就會下定決心去選擇。雖然第三個人選擇的都不會是世界上最大的土，也都不是唔係最大嘅土，咁我哋現代生活人當中，我哋一生人揀嘅嗰伴侶，或者唔係世界上最好嘅人，但係佢喺三個人之中都係比較之成功嘅。咁我同我啲朋友咁去討論呢個故事，佢哋都比較之贊成第三個人嘅做法。但係咧，我將呢個故事咧同一位小妹妹講嘅時候咧，佢有一種講法咧，令我啞口無言嘅。佢就話，點解我哋只可以揀一個土咧？點解我唔可以摘多幾個土咧？摘多幾個土，我哋咪有多啲選擇。或者我一入到去摘咗第一個土，我覺得佢唔佢唔
佢大，跟住我行行耐啲，我又見到有另外一個大嘅，我就劈咗原來一個，我再揀個另外一個大嘅，咁我咪可以殺到呢個世界上最大嘅肚咯。咁佢咁樣問我，咁我咪變咗我就變得啞口無言啦。咁其實佢講嘅，我覺得亦都未嘗唔係有道理，有即係未嘗唔係冇道理咯。咁其實如果換象係你嘅話，你會點樣去回答佢呢個問題咧？你不覺得他挑這麼多桃子，而且不喜歡又垂手扔掉？他有没有想过那个桃子的感受呢？对不对？咁事实上系感受呢样嘢系会有，咁但系我哋喺当代嘅爱情里边咧，唔可能话冇即系冇风波冇illusion 呢样嘢咯。其实我哋喺现实生活嘅爱情里边，有机会成为人哋嘅第三者，亦都人哋有机会成为我哋嘅第三者。去避免呢樣嘢，我覺得係比較之重要。啊，其實你只要這樣想，因為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他會遇到不同讓自己心意的對象，對不對？然後呢，如果你對每一段感情呢付出都是真的，我覺得你就不會後悔了。就說，因為我想告訴你們年輕嘛，就說。我是过来人哈，就是在人的一个婚姻生活或者有那个在奋斗过程啊，他不单单是可能是一生一世爱上一个人这种，或许是现代童话。当然啦，我就说像我的故事也有是一生一世爱上一个人哈，但是因为不同的那个工作环境或者人的心情不同的改变，还有很多环境的改变，是不是？还有很多人的思想，他的圈举卖了很多东西，都会使每个人呢他。对爱对感情的生的追求的解析都有新的理解，有新的含义，他会改变自己原来的初衷，就会改变初衷了。那怎么样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怎么样去让每一段感情的发展都是合乎情理，都是合乎我们本来的，就是我们本来的愿望。而且呢，怎么去珍惜你身边的，就是说你喜欢上那个人，或者你放弃的那个人，我们怎么会处理好呢？这确实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就是需要我们那份真诚，你懂吗？就是说任何东西都不要，好像你那个桃子的故事啊，就是说，因为在前面永远都会有大的桃子，是不是？但你真是不可能见一个桃子又摘一个，见一个摘一个，这样会是无止无休的下来，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对感情啊，对婚姻啊，我们都是这样，尽管呢，我们可能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自己喜欢的对象，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因为呢，不一定说每个人一生一世只可以爱一个人，对吗？这或许是你们说传统或者老土啊，或者不可思议啊，可能都会这样的情况是不多。但是如果你在不同的阶段或者呢遇到不同自己喜欢的对象，你会跟他们好的话，那你就对每个人都是付出你自己真心，就是对每一份爱你都是用心去爱去珍惜他们，而不是随便像游戏人生那样。我觉得这样就回过头来望你自己身后那个曾经走过那个曲曲折折的感情路，你会不会后悔。咁我覺得你講得又比較之有道理喎。咁你諗下，如果我哋真係喺我哋一生裏面啦，摘無數個土，我哋到我哋最後望翻轉頭嘅時候，可能你成個一生，成個桃花林都係滿目瘡痍，滿地都係土，咁俾我哋嘅人生留下咗好多遺憾。而無憾嘅愛情咧，就係我哋即係一個成功嘅人生嘅一部分啦。咁我希望咧，大家咧都可以尊重每一份嘅感情啦，咁樣咧，對你會好，對我即係愛情嘅雙方都會係好咯。對呀，這樣就會讓你自己的感情生活，還有你自己對，比如你剛剛說的什麼第三者，還有婚姻家庭，都會沒有留下太多的遺憾。或者咁，我哋可以總結一下啦。我哋今日大家講嘅話題咧，就係講第三者啦。但係咧，我嘅個人認為咧，就係。愛情咧，無分先來者，亦都無分後來者，所以咧，亦都無分第三者。只要你尊重同埋去感受嗰份愛，愛你身邊依家你嘅眼前人，咁
佢就會係一份好高尚嘅愛情啦。去珍惜每一份感情，去珍惜自己每一份付出，那就是很美好的事情。嗯。OK， 咁我哋今日咧嘅節目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咁我哋好多謝Snow 啦，今日做我哋嘅嘉賓主持。咁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啦，多謝收睇，拜拜。拜拜。